上一堂课里面讲到，比如沙瓦肉的部分的话呢，是有一个啊 ，current element。那我们说，在它外面的一点啊，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平常我们把它就是 R 减 R prime。所谓的 R prime 是哪里呢 ？R prime 就是这是原点，那这是到 element 的位置，然后 R 呢？就是到你有兴趣的 P 点的位置 ，OK。那在这个位置上面，我要求去求我的电场的大小的部分，哎，磁场的大小。那我们说，比奥沙瓦洛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很小的 element 里面，我所进来的电流。啊，它所对应到这一点的磁场是等于四派 mu 零 r 减 r prime， 然后 dl close r。OK， 这是在我们这个啊。这个问题里面，那平常的话呢，在这里面的话，因为哦，我这边应该要把它弄成大的那个什么单位向量，所以如果你把它单位向量把它放进来，这个就是三次方的部分，这是我们这个比奥沙瓦洛里面告诉你的。那你可以把这个整个的磁场把它积分起来。就是我们 total 的磁场 ，OK， 好，这边的积分是针对 R prime 在积分的，好，那好，那你磁场知道，那磁场跟 vector potential 之间的关系，它基本上面是克 A 就等于 B 的部分。那接着我们来举个例子，看一下。我们说，对于一个长直导线，那这个长直导线呢，所带的电流是 I， 那这个是一个很长的导线的部分的话，我现在要算它外面一点。啊，它的这个整个的磁场是多少？那对于这外面这一点，你的磁场是多少的话呢？我基本上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先取一个小小的 element， OK， 那这个 element 就是我们所谓的 dl prime， 那在这边的话，它的方向。我把它定义，这是 z 的方向 ，OK，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是 z 方向，啊，它的大小呢是 dz prime 啊。那 z 是多少呢 ？z 就是从原点零到它的位置 z prime，OK。Okay？好，那我说这一点的位置是在哪里呢？我说这一点的位置到我们要计算的就是我们这一个大 R 的部分 ，OK， 这就是我们的大 R。那大 R 的部分呢，实际上就是 R 减 R prime。那 R 是什么？R 就是原点到我要计算的 P 的位置，那在这里面
我的 R， 我的 R 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 柔方向 OK。 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 R prime 的部分跟 R 减 R prime 的部分的话呢，基本上面就是 柔方向 柔，然后就是这个加这个，那这个方向是负 G 的方向的 G prime。 OK， 那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我们把这个 柔prime 把它 prime 放上来好了，这是我们的 R 的部分。那你也从这里面你可以直接去计算 the L prime close 这个大 R。 所以 the L prime 是 G the G prime close rho prime 减 G prime， 所以 close 以后这一项是等于零，这个 close 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 phi 方向 ，z close， rho 是 phi 方向，然后 rho prime 的 dz prime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的 d 现在就是等于四派 mu 零。OK，r 减 r prime 的部分。就是 R 的三次方就等于 R 减 R prime 的三次方，这个呢就等于 rho 平方加 z 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就是 rho 平方加 z 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。然后上面的方向是 phi 方向，然后 rho prime 的 dz prime， 就是 prime 在这边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哦，这边少了一个 i， mu 零 i 的部分，电流的大小。那你看到这整个部分就变 mu 零 i 的 phi 方向。那 G prime 这边有一个 prime，G prime 就是对它积分的部分。那这个积分，这积分是等于，我把积分写在这里 ，a 平方加 x 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的 dx， 它积分出来就是等于 a 平方加 x 平方的二分之一次方的 x。所以你可以很快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 A 平方就是rho prime 的平方，所以这变成是 rho prime 平方，然后 rho prime 加 z prime 平方二分之一次方，然后上面有一个 rho prime， 然后乘上等一下，OK， X 是 G，Z prime， 好，那这个呢，你要看你的长度是大多少。如果我们这长度是从负 L 一直积到正 L。那你这边就是从负 L 积到正 L， 好，一定它有一个长，所以你马上你看到了这个结果 ，rho 消掉一个，然后就等于二派 rho prime，rho prime 平方加 z prime 平方的二分之一次方。2L 已经跟二消掉一个 μ0 IL，
然后拜方向，这是你的磁场的。那这是从直接从比欧沙瓦洛所得到的一个结果。好，那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讲了，就是说其实在你的计算过程当中，除了从比欧沙瓦洛以外，我也可以从 Meta Potential 去计算。那计算完以后再来放回来到这个磁场，再把它克变成磁场的部分。那如果你是从 Beta Potential 计算的话，就是4πμ0I OK， 然后呢在前面的部分我们上次用的符号是 J， 底涛 Plan，或者 dV， 我是用上次的符号是 dV， 这是对整个 balloon 的积分的 R， 就是 R 减 R plunk 的绝对值。好，上次是这样子的一个符号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同样这个问题 OK， 我们就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计算。我说这是第二种方式，我先计算 Meta Potential OK， 那我计算 Meta Potential 就是 4πμ0I OK， 没有，这边已经没有 R，因为这已经放在这里了。好，那所以你马上你看到这个 element 的部分 J 的部分的话呢，是现在的话，因为你是线电荷密度的部分，所以你的 J 变成 J 是等于I D G Planck 再乘上你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截面的部分，那这个 S 你的 surface 的部分，你看，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话是你的 J。这边变成 I surface， 然后 dG plunk， 然后这个 R 减 R plunk 的部分是 rho plunk 平方加 z plunk 平方的二分之四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 J 的方向，它 current 的方向是 z 轴的方向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基本上这个 J 的方向你已经是等于 Z 轴的方向把它放进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把它积分的部分 A 平方加 S 平方的二分之一乘 DX， 因为对 Z plunk 积分，这个积出来的话是 log 的 X 加上根号 x 平方加 a 平方，所以你这个一积分就变成4πμ0ISG， 所以这个积分一样的就变成 log 的 z plunk 加根号 rho plunk 平方加 z plunk 平方是负 L G 大正 L 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你积出来的结果就变成是4πμ0I S 然后 log
你把 L 带进来跟负 L 带进来的话 ，L 平方加肉旁平方减掉，这是负 L 的部分，这是你的 A 的部分。那我们可以去计算克 A。那你已经知道哦，这是 z component， 你已经知道这个只有 z component 而已，所以我们在圆柱坐标系统里面克的部分 ，rho 分之一，然后 rho phi z， long phi， long z。那 A 轴 A phi 然后 A z， 那现在的部分你只有 z component， 换句话说这两项都是零的，只有这个项有值而已，换也就等于你实际上你是 A g 的 component 有值而已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在 rho 方向的话，就等于 rho 分之一 ，ln a g ln phi 减掉，在 phi 方向 ，rho 消掉了 ，phi ln a g ln rho。那你把它带进来，把这个 A 带进来，来，那我们看到的是，这里面根本没有 phi 的函数，所以这个是等于零，只剩下这一项，这项就是要对phi plan 为分的，你把它 plan 写上来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你对它为分，把它这个为分，那算出来的结果跟这里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我不再做了哈、哦，就留给你们做，这是等于。跟这个结果是一样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在我们的整个计算方面，你用比欧沙瓦洛跟你用这个两种方法，一种是你从比欧沙瓦洛得出来，一种是你从 vector potential 再去求我们的这个磁场的部分。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。好，那同样的，除了长直导线的这个外面一点的这个磁场以外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常常会来求磁场的 case， 譬如说一个环形的线圈，看。好，那这个例子的话，我现在要求这一点的磁场是多少？那跟刚刚的做法是一样的，你可以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就是从比欧沙瓦洛啦，另外一种就是从 meta potential 再算你的磁场。OK， 那这个部分的话 ，R 是哪里？大 R 是哪？每一个 element 就是 dl 的方向。对不对？好 ，dl plan 的方向的话是
我的半径如果是 Rho， 那就是 Rho d phi 的 phi 方向。好，这是半径 Rho， 然后当然这是这个 element。这个角度的话是 phi 角，那因为我们不是 P 点的角度，是你这个 element 的角度，所以我们把它用 plan 来表示好了，所以用 plan 来表示，或者你这边直接用 A 好了，就不会有变数的问题。 A OK， 这是 L plan 的位置。那第二个呢， R 是哪一个方向？这几个你判断对的话，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 R 记住的部分是 R 是从什么，大 R 是从 element 到 P 点，所以你这个 element 到 P 点，这个就是你的 R 大 R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P 点的话，这一点就是我们的零零 Z 嘛。OK， 那大 R 呢？大 R 是什么？大 R 就是等于这一段加这一个向量，这个向量加这个向量，那这个向量是等于多少？半径是 A， 方向是啊。这个负 Rho 的方向，所以负 A Rho 的方向，再加上这一块，这个的长度是 Z， 再加上 Z， 这就是你的 R。 那这个 R 值就是等于 A 平方加 Z 平方的开二分之一次方。所以我们把 dl plan close 大 R 就是等于 a d phi plan phi 方向 close a rho 加 z 的方向。那你马上你可以看出来 phi close Rho 是什么方向？负 G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项的部分我们把它写出来 A 平方 D phi plan 然后负 G 再加上这个 phi close z 是等于 Rho 方向 a z d phi plan 的这个 Rho 方向。来，换句话说，你现在这个知道以后，无论你是先算 V 的部分，就是这一项你已经知道了，好，那你就可以把 V 的结果两项两个方向分开计算，好，两个方向分开计算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，有，如果我们只是很单纯的用定量定性的去判断的话，你看到的是这是一个圆的那个导线，然后这一个位置 R
我们说每一个啊，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DL cross R， DL 是 phi 方向， cross R 斜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方向是这个。就是 DL cross R， 所以这个是斜的，跟这个面是垂直的方向。但是另外一边啊也一样的，你会看到另外一边呢，对面的这个对等的位置也是一样，但是它是 DL cross R， 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到最后啊，你会发现这整个面它其实是一个空，它的方位啊好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空。所以呢，实际上投影在这个面上面的刚好什么全部消掉了，最后只有这个 component加起来的值。这有没有问题？所以你会发现啊，你到最后你这边这一项所对应 G 底 V 的时候， Z 的部分是等于，而只剩下啊，对不起，是这一项等于零。这个 row component 的 DB row 的部分是等于零，那这一项是不等于零。好，这是我们会计算出来的值。那你可以把它计算一下，这个 V 的值，我们就等于是4 mu 零 I， 这是零 G 到2我把它直接 recomponent 部分，然后 R 的部分是 A 平方加 Z 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，然后 A 平底 Y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都是，这都不是 phi 的函数，所以你把它积分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把它提出来。换句话，这个是等于，积起来是2π，二π跟这边消掉了，2 a 平方加 z 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，分之 mu 零 i a 平。Okay. 这里有一个，这是负的，这边应该是正，所以我们说 V 的值是等于二 a 平方加 z 二分之三次方 a 平方 z 平方。这是我们从比欧沙瓦洛来的。那同样的情况，你们可以自己试着从这个啊 beta potential 来。那从 beta potential 来的部分的话呢，有一个部分的话啊，相当于这个也知道了。就是你把 J 的部分放进来而已，就是 I DL 的部分把它放进来，放到这边来，跟这边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。
这有没有问题？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？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像这个问题，像这个情况的电流环绕一个电线圈的环，那一点的磁场的话，我们常常会把这样的磁场呢用来做实验。那这个实验呢，你看到了，当我的 G 是等于零的时候。G 等于零的时候，这都等于说它，这是 A 的三次方跟这边 A 的平方消掉，所以我们说，在 G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的磁场大小是等于二分之二 A 分之缪零 I， 这是我们平常就是这一点的磁场。2A 分之缪零 I， 啊，这是我们常常我们做实验所用的磁场，就是一个线圈的正中心的磁场，是我们有兴趣的，啊。然后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，啊，你会有兴趣的。会更复杂的就是你可以去计算 X Y Z， 然后呢你把你的线圈呢是怎么晃呢，晃成这样子一个矩形，就是一个矩形。我好像画的还不是很漂亮，没有画到对称。OK， 好，那对这样子的一个矩形来讲的线圈，也是我们有兴趣的。就是不管在这中心的磁场是多少，或者是在它这点的磁场是多少，这都是我们有兴趣的情况。好，那除了这种，像这种都是很 special case， 因为你既然会算这个问题，也会算这个问题的话，就会算这个问题。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比较麻烦的，我们会发现。在物理上面，同样的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希望知道的磁场的位置不是在它的对称轴，而是在哪里？在任意点上面。OK， 我希望知道这一点的磁场。这是我们物理上面我们比较常最后 in general 你想要知道的，那这个就比较复杂了。那这个复杂的部分不是只有在你们电磁学你才会学到，你到那个电动力学的时候，研究所的电动力学的时候，它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因为啊，在啊我们的这个电磁学里面啊，我希望算的情况之下是这个大 R， 这个小 R 呢远大于小 R 远大于 B 的情况，也就是说这还是很远的。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条件？当然要有做 approximation 才会有这个条件，但是到了电动力学的时候的话，就把这个条件拿掉，
拿掉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用 spatial function 下去算它。那我们下学期我们再来把这个问题解决，因为这个问题算的时候，你就要引进来 Magnetic Dipole 的观念。好，就是要引进来 Magnetic Dipole 的观念。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 Dipole， 好，这也是一个 Dipole， 好，通通是一个 Dipole， OK。嗯，那我们这学期呢，大概课程上面就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说，算到比尔沙瓦漏结束。